People Mountain, People Sea 啊 ！You come here see so very 欢喜 Later if you chill with me, make sure you don't like tricky。哇，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来到我们的学校，有很多学生。哎，怎么只剩两位学生？没关系，就算只剩下一位学生，我老师也会好好的教。同学们，新的学期，哇，老师啊，要检查你们的服装仪容啊。同学，你们有穿好你们的校服吗？有，老师，你看我这个是新买。我谁啊？这位同学，你怎么没有穿校服呢？老师，我校服穿在里面。你怎么把校服穿在里面？因为我热爱学校，学校永远都在我的心里面。啊，坐下。那第二样我要检查的东西是你们的书包，书包有带来吗？有，我的书包是 Hello Kitty。你是女生啊？坐下。哎爸，这位同学，那你的书包在哪里？同学，你怎么把行李箱给带来学校？老师，我把整学期的课本放在行李箱里面，我每天都不会忘记带课本 ，OK？ 啊，可以可以，我还以为你是来旅行的。啊，下一样，这个学校是很爱同学爱干净的，同学有没有带手帕呢？有，有有有，兔子。嗯，这同学好可爱啊！啊，这同学，那你呢？老师。啊，我有带，在哪里？可以帮个忙吗？哦，哦，你是要变魔术给老师看吗？要你管啊，拿来啊！哦，现在的同学真会顶嘴啊！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上我们的英文课啦，同学们注意啦！好，看白板，第一个英文字有谁会吗？啊，我会，老师。哎，小华，你来。哇啊，这个叫 lemon。错，这个叫 lemon。老师，嗯，怎么叫 lemon？ 哦，很简单，因为 l e m lemon 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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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， 所以是 lemon。大家一起念 lemon。好，第二个英文字 orange。老师，怎么叫 orange？ 哦，很简单 ，in Hokkien 啊，when 你看到那个黑人，你会叫什么 ？orange 哦。啊，他们这样呢？咦？对，这就是 orange。咦？对，大家一起念 orange。好，第三个字有谁会吗？啊，老师我会。啊，来，小华你又来吧。哇，嘿嘿，这个叫。啊 ，pilot， 什么 ？pilot， 谁叫你是 pilot 的？你教吗 ？lem 蓝吗？这个 pip 哦 ，pip lot pilot， 我还没过嘞 ，pilot， 这个是 pilot， 乱乱念，坐下来。哎，好，下一题啊。哎，时间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教得真快，走啦，同学们。Hello 啊，安壮，哦，帕马就啊，我把路给来啊 ，OK。Pilot pilot， 老师乱教啊！妈妈教 lemon， lemon lemon。这位老师，你可以成熟一点吗？起立，行礼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坐下。好。第一堂课，老师教你们诗词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下一句有谁会呢？老师，我会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你我结婚生孩子。胡说八道，快回去做。小华，你来对。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有谁大便不用纸。真是，也对啦，有谁大便不用纸啊？老师，我没有大，我大便没有用纸的，我用华语课本来。什么？你用华语课本擦屁股？嗯。你怎么可以对得起我们的华语课本呢？你又怎么对得起我们的中华文化？你怎么可以对得起我们的历代先王呢？老师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我是有原因的。还要狡辩？快说啊！你讲过吗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工匠哦，要做好一个事情，要磨砺他的工具哦。华语课本就是我的工具哦，我用它来擦屁股，有什么不对？哎，说呗，又有道理了。坐下，坐下。好，我们的诗词环节结束，现在来造句。天才，有谁会呀？老师，我来。老师没吃饭三天才大一次便。这什么话？黄晓明，过来罚站。天才是一个词，不能分开用啊！哎呦，原来你是我最想要住的心愿，原来我们你在干嘛？老师，我在罚站。罚站去那里站，不是站这里啦。你说过来罚站，讲清楚嘛，成熟一点。气死我了！哎呦，小华，不要造天才了，造如果。如果啊，昨晚我看了一场电影，吴君如果然好笑。啊，很准。漂亮，花就是要浇水。什么？吴君如果然？同学，班上有柱子吗？柱子？你找柱子干嘛？老师，如果有柱子我马上自尽了啦。老师，老师，不用这样麻烦了，柱子是硬的吗？这里也是硬的，其实你跳下去就可以了。什么？这学校，这学生怎么会有明天？我不干了。老师，我还有很多想法，吴君如、邓福如还有林心如啊。